五百八十一章新片早日脱单。王轩认为，那通过命土照射过来的元神之光，不仅让他知道了很多事，同时将他的思感也交融了，互通有无。不久后，他感知到元神真的要动了，在尝试冲向室外，进入心脏，回归谢世的肉身中。嗯，他行动了，有可能成功。他欣喜，元神十分果断，带着超凡之力，带着赤霞。 划破红色位面世界，要冲出去。他的元神不断上冲，但是遭受了莫大的压力。来到红色位面的尽头，在这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阻挡。最为重要的是，他有种毛骨悚然之感。真要脱离红色物质位面的话，可能会受到各种可怕的冲击。在外面，白色的流光、金色的星辰、祥和的紫霞，看起来都异常绚烂。 非常神圣，但是杀伤力十足。他才初步适应红色物质，如果贸然闯出去，被那些氤氲彩光淹没，大概率会惨死，元神会化成飞灰。想法虽好，但是任何超凡路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看到了希望就好。他谨慎地待在红色世界中，没有脱离出去。漫天都是赤霞，宛若火烧云，染红了整片天空。 王轩的元神在这里眺望，精神天眼扫视各地，朦胧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力量源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他的精神天眼提升，化成一缕缕符文，洞彻万物本质，追寻真相。恍惚间看到，何止是人体重要器官，每一寸血肉都对应着不同的力量源头，甚至还能再继续精细划分下去。每个生命体都有无穷潜力，但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这些，都能开发出来，引出任何一种源头的力量。适应不了它，便会被瞬间烧死，化成劫灰。事实上，自古至今，修行者开发的人体潜能，依旧只是流于表面，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源头。王轩认为，现在发现的真实源头，说是向内求取，可其实已经不属于人体内部了。 而只是通过血肉沟通到的特殊位面，或许这些力量源头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连着一个又一个特殊的超凡源头大世界，而是指向微观领域。他琢磨，自己这种摸索只能去一步一步的验证，谨慎地猜测各种真相。诸神想要不朽，绿仙想要永生，活在微观领域。这样的话，诸神的天堂，绿仙的净土。 不应该建立在大墓中，而是该换到眼前所见的一个个源头世界。人体潜能无尽，但不应流于表面，还要深入挖掘到真实的源头才行。进入那些现在还不好定义的特殊超凡位面，他思忖，自身应该算是少数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人吧。他猜测，大概率有极个别人和他一样贯穿过命土，但究竟有几人接近过毁灭性的力量源头就不好说了。 首先，想来到这里，必须很早就能贯穿命土，冲进陨石通道上方才行。至于高境界者，已经晚了，命土过于浑厚，早已封死前路。此外，需要有特殊的内景地。前贤已经做过实验，绝世强者的元神进入弟子门徒的命土大后方，并没有找到什么无陨石通道，更见不到烟霞海。并且，王轩一路闯进十四段领域。 甚至冲出烟霞海时，已算是十五段了。到了这个境界，他才算成功找到真实源头。有谁在人世间时踏足过十五段领域？目前他仅知道自身做到了在人世间境界，比肩地仙才堪堪抵住红色物质的侵蚀。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就是找到源头也无用，注定惨死。他想到了一些报道，现实中有些人莫名自然。 扑不灭火焰，顷刻间被烧死，是否是因为无意间有某种源头的力量溢出？随着我的实力提升，红色物质终究会被我适应，化作我的超凡之力。那么，所谓寒冬黑夜到来后，我不会消亡，可以一路走下去。但是这需要时间。他现实的肉身还在应景中，和这个大时代永继下去的超凡在共同腐朽。不久后，他的元神远去了。 不可见了，他的精神思感归于现实中。山峰上有阳光洒落，流动蒙蒙金辉，他与这霞光共灿烂。王轩又静坐了片刻，才起身。同时，江云来电，让他回家，并且嘱咐他好好表现，早日脱单。他有些回不过神来，因为刚才还沉浸在超凡位面中呢，研究诸神的领域，探索列仙该去的真正地界，结果。 现在被一通电话拉进红尘，他发现自己的父母经常性的出不冷子就破他的道心，故意的吧？怕我变成非人生物。不过他并无怨气，反而清醒。最起码这次回家后，他收获很大，沟通了元神，看到力量源头世界。现在他的肉身即便不是地仙，也相差不远，所以他的归程很快，一步迈出，从旧落到半山腰。 再次一晃身影，就来到了平地上。片刻间，他回到家中。赵叔，多年未见，您这气色是越来越好了，连半根白发都没有。我阿姨放心让您单独出来吗？再次见到赵泽俊，王轩很热络，看着这位颜值依旧高的很过分的帅大叔，他满面笑容。我当初咋就没看出来你这么皮？赵泽俊笑着说道。他对王轩真心喜欢。 当年救过他的命。八年前，黑烈、雪鹏、银狐等妖魔肆虐，杀进赵家。如果不是王轩和陈永杰竭尽所能的血拼，赵泽俊必死无疑。没大没小，江云白了王轩一眼：“没事儿，咱又不是外人，都这么熟了，就应该不见外。”赵泽俊笑道。王轩惊讶的得悉，老赵以前来救土时曾到过他家，他的父母去新兴旅游时。 也和老赵见过面，而且双方接触接多次了，然后他就怨念了。这两人出去旅行从来不带他，一贯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习惯性将他遗忘。你们这几年依旧在四处转，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潇洒啊！他工农道江云道发什么酸？你这么大了，带着你多不方便。再说了，你自己不是一直在外面乱跑吗？ 王轩很想说：“小时候你们也没带我啊！”别乱说了，带清汉去走一走，转一转。他想看云城的景色。江云说道：“赵青汉从房间走了出来，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到旧土。清汉，好久不见，你怎么没有一点变化？到底是你在修仙，还是我在找超凡路？”王轩笑道：“我一直在修行啊，塑身术、面部按摩美容大法。” 每天都在坚持。走，我们出去转一转，带你吃一些特色美味。云城，你还是第一次来吧。离去时，王轩听到江云在背后诋毁他，道：“这孩子总算恢复过来了，不然的话，练功都要魔怔了。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人心冷暖，会出事儿的。”事实上，王轩现在确实心境平和，甚至可以说很轻松，回归到了平常状态。 因为他发现回来后初步找到了路，他决定保持这种心态，历一遍真正的人世间，逍遥游，养生主，羽化仙。按照王泽胜所看到的那些杂书上的说法，现实为真。最主要也是王轩找到了自己的路，不用离去也能提升修为，一路拔高。如果可以继续修行，他自然要练到高境界，再去尝试探索其他超凡宇宙。 他可不想辛辛苦苦横渡过去，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个最底层的求道者，是巨龙俯视的一只在尘埃中翻滚的蚁虫。他要成为真正的王教祖，要踏出新神话路，持遇到其跨界的话，应该可以睥睨新超凡宇宙吧？我不是第一次来云城，这是第四次了。走在湖边，赵青汉手里拿着王轩刚买给他的特色美食。 边走边吃，评价味道不错。王轩没有细问，但是能想到一些情况，看向他道：“清汉，谢谢你，我才知道你收购那家生命科研所是想帮我恢复有问题的身体。谢什么？你太客气了。你现在还在修仙吧？要不带我飞上天，感受一下地仙能领略到的沿路风光？”赵清汉平日略冷艳，但笑起来分外娇艳灿烂。 他跃跃欲试，王轩露出窘态。他这个地仙现在名不副实，哪里还会飞？除非动用至宝御道枪。小熊，我需要一艘微型飞艇支援啊，能坐两个人飞天就行，不需要武装。他联系机械小熊，你这不是赖皮吗？赵清汉白了他一眼，体力相当的好，转变这座小城没什么疲累感。随后问道：“王叔也是修行者吗？” 他就是个普通人，你怎么会这样问？王轩诧异。微型飞艇来了，他招呼赵清汉登上，准备带他看城外的山景。我爸这次来，就是想和他详细聊下投资一个和超凡血液有关的项目，和我重组的生命科研所可以互补。老王忽悠了老赵，王轩大惊：“你说什么呢？”赵清汉捶了他一下，道：“王叔曾在某本古书中看到一些记载。” 是某个古文明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上次在新星时，他就和我爸聊过，我爸非常感兴趣。这次想更深入的了解，要吸谈下。数日后，赵泽俊雷厉风行，在旧土投资了一个生命领域的实验室，十分低调，没任何新闻，但是投入很大。王轩，你居然回来了，却一直没有联系我们。秦城杀到云城，看到赵清汉后。 顿时闭嘴了，然后陈永杰、青木、摩斯、黄明等人都先后来见他。至此，很多人才知道王轩回来了。两个月后，王轩的母亲很满意，觉得自己的儿子正常了，不再枯燥的闭关，不再盲目的往宇宙深处跑。现在的他从容而有活力，变得和以前一样了。在此期间，赵金汉很多次来救土，也参与到那个新实验室项目中。 并将自己的那个团队带过来一部分人。半年后，江云问王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个人的问题了？”看他和赵清汉来往密切，经常见面，便忍不住催问：“珍惜现实，珍惜身边的人，什么奋不顾身的一跃，努力寻找超凡，进入一个新世界？我觉得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一些杂书上早有提及，超凡真路或许就在现实中。” 就在众生间，也许路边那个卖混沌的老伯就是一个正在走这样路的人。王轩无言了，这半年来总是被敲打。江云生怕他又一声不吭地跑掉，不遗余力地斩他道心，他才要分辨。他父亲王泽胜就会二连击，说他这样的道心太不值钱了，谁都能挖出来扯一通，廉价的不行。王轩也看了老赵的那个实验室。 他觉得遇到其所在的那个文明留下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提供给他们继续解析、深入下去。第五百八十二章新篇打穿大宇宙，生活就是这么的平淡。回归现实世界后，王轩虽然在修行，在摸索自己的路，但是却不再将自己当成一个超凡者，而是很好的融入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中。曾经的妖魔、劣仙都不见了，多年来无纷争。 没有流血的冲突事件，这种平淡的生活让他有点怀疑过往曾经的经历，竟有些虚淡了。他真的和仙魔厮杀过吗？和地仙生死大战，和商议血拼到险些身死，如今一切看起来如梦似幻。超凡落幕快九年了，王轩偶尔会看向天空。昨日了无痕迹，羽化幡在也未现，不朽之地的神战也暗淡了。 和剑仙子共同游历过的高等精神世界关闭了，所有都一去不复返。生活平凡而普通，没有波澜的前行。他问自己，还是一个超凡者吗？不过，正是这种宁静，没有了流血大战，告别了猎仙的日子，让他却越发的充实了，沉淀了下来。这似乎也是一种修行。他发现心境的变化，连带着让肉身和元神的沟通都多了一些。 每隔一段时日，就会有光照过命土，和他的精神交感互通有无。老王，我儿子一周岁了，过来句带上清汉，给你们这些未婚男女来一次暴击。秦城来电，王轩答应好，一定过去。王轩去沙漠探险吗？顺便越野锻炼下身体。这是两日后青木的来电，王轩又一次愉快的接受邀请。这就是他的一部分生活。 修行和身边的人互动，行走在普通人中，同时他也有一部分工作将遇到其那个文明的科研成果交给赵清汉，让他和赵泽俊投资的两个科研所去解析，希望可以更深入下去。他很感谢青木，当初超凡末年到来前，替他卖掉地仙权，出售各种用不上的超凡物品，又帮他投资出去，至今足够维系他的生活所需。 当了解到他现在平淡如水的生活状态后，陈永杰除却经常约他去钓鱼，也开始邀请他重新回来工作，比如加入秘鲁探险组织。我以为你让我回那个设计院去上班呢。王轩想到了刚毕业时的那份工作。陈永杰隐藏身份后，成为他的老同事、老上司。想得美，你又想回去划水摸鱼啊？一天到晚都在偷看盗藏，什么都不做。 别以为当初我不知道。王轩哑然失笑，同时反思：这就是他要在现实世界走下去，有可能一辈子都波澜不惊的生活吗？他虽然悠闲，心境平和，可是待得久了，也有些怀念往昔的峥嵘岁月了。远离了神战，不再和妖魔流血厮杀后，他有种养老的体验，太不真实了。超凡落幕后，少了紧张。 没了郡主，一切都如那夜色中的微风，水面飘落的黄叶，波澜微乎其微。当然，不平静的事也有。他和赵清汉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融入现实生活中，过往的一切又回来了，有了曾经的感觉。他审视过自己一路走来的轨迹，以及自己的感情等，有些早夭了，而有些只是不怎么现实。他一个现代青年，曾短暂和古人接触。 又能有什么积淀呢？时间太匆匆，还未开始就各自远行结束。正是自己的内心，他过去对赵清汉确实最有感觉，甚至都主动和父母提及过。认识很久了，彼此很了解。清新星永安城，景月已经成为赵清汉的堂嫂两年多了。赵赵，我看你干脆移民就土算了，每隔几天就去一次，在那边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 在星星想找到你都很不容易，景月调侃道。赵清汉悠闲地喝着饮品，带着笑容回应道：“我在忙项目，我爸也投资了个实验室，和我的科研所有很强的互补性。现在有阶段性的成果了，需要我亲自盯一下。我看你是去盯人吧？和王同学进展地怎么样了？”景月八卦了起来，丹凤眼都在略微发光。这一次，赵清汉微笑。 这种由内而外的笑容，恬静自然，让他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有某种莫名的光彩，青春蓬勃，靓丽动人。果然啊，最终依旧是他。这两年我早就看出来了。景月去捏他的发光的白皙脸蛋，安心养你的胎吧。赵清汉拍掉他的手。王轩远行不在的这些年，赵清汉也审视过自己的内心。分别不见后，尤其是想到。 就此隔着宇宙星空，未来的数十年上百年都可能再难见到重逢的机会不多了，他才确定这样的结果太让人怅然，心中空空落落，这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你这是要长居旧土的节奏？景月问道。出乎他的预料，赵清汉直接点头，大大方方地承认道：“是。冬”冬数日后，王轩陪赵清汉爬华山时。 明显觉得一震，但是他看向周围，看向身边的人，发现别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刹那间，他再次看到了元神的投影浮现在烟霞海上空，照落下一道光，在和他交感。什么状况？不是现实的震动？他敏锐的觉察到，是那现实超凡界的一次地震吗？可是那一切都落幕了才对。你怎么了？赵清汉穿着一身素白色的运动衣。 干净利落，将美好的身段衬托的婀娜挺秀，有种健康的美。他习惯了王轩无论走怎样的陡峭山路都不出汗的现状，哪怕背着他越上、立上、立下的悬崖都呼吸平稳。他递给王轩一瓶水，没什么，应该是错觉。刚才超凡世界像是震动了一下。王轩如实回答，用心去感应，但已经没有任何异常。他将水接过去。 喝了两口，便拧紧了瓶盖。结果发现赵清汉接过去，很自然的喝了一口。看什么？就这一瓶水了。赵清汉现在有圆满宗师级的体质，超凡落幕后，体力依旧极佳。因为他始终在锻炼，在修行，并没有停止。现在他虽然不怎么疲累，但这样被王轩盯着看，脸色有些微红，红唇经过矿泉水的滋润，更显得红艳有光泽了。 王轩帮他将略微挡眼的长发拢向一边，很自然地亲了一口他的脸颊。我最讨厌这种不分场合、无时无刻都在撒狗粮的人。不远处有气喘吁吁的男子爬上来，正好见到这一幕，直接就来了这么一句。次日后，黄明跑来见王轩，告诉他深空中可能出事了。孔云有个老祖宗早年进入宇宙深处了，从域外发回来消息。 说四天前，在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发生了剧烈的大爆炸，星空都仿佛崩塌了。短暂的瞬间，曾有猛烈的超凡物质倾泻而出，如江海决堤。这则消息让王轩大吃一惊。神话永寂，近九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落幕，还能发生这种事？翻开修行史，过往的超凡文明熄灭后，变异黑到底，寒冬至永久。 从未有过这种特殊的例子，并不是说超凡又复苏了，只是有短暂的那么片刻间，大宇宙像是被人打穿了，有超凡物质汹涌而来，但很快就又结束了。仅是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临近那里的超凡者得到了一次大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让人期待的大事件演绎和发生。黄明带来的消息颇为惊人，让王轩都心有波澜。 四天前，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超凡世界的震动？目前还不清楚，等消息吧。如果有最新进展，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黄明走了，超凡虽已结束，但是他对王轩还是抱着一些期望的，希冀王帝先能够走下去。为了王轩自己，也为了他们这些人，需要有一个强人坐镇。你不会又要进入宇宙深处吧？赵清汉动人的面孔上笑容敛去。 他怕王轩一走又是很多年。放心，我哪里都不去，不管深空中有什么，我有眼下都不会离开了。王轩摇头，他有自己的路可走，当下没有什么可以诱惑他远行。又过了五日，最新消息传来，深空中的确发生了大事件，瞒不住了，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的部分人知晓了。 是来自科学和生命之地那三位一起掌握至宝生命池的强者，这次发动了，想离开这片宇宙，要贯穿一条古路，结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黄明神色严肃，栖居,居在生命池中的两男一女，他们很强，都曾为超绝世研究神话，但同时也在进行各种科学实验。他们走的是两者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他们的祖上来自另外一片宇宙。 是乘坐母船过来的，但是那批古人没能回去，找不到归途了。这三大强者想走的路，便是祖先来的路程。这么多年以来，终于定位到了源头之地，那里有宇宙裂缝。据悉，他们激活了当年那批古人遗留的最强母舰，那艘古船上有另外一片宇宙的违禁物品，极致强大无比。王轩知道这种说法，在密地时。 他接触到过几个正常的，还算平和善良的圣灵，提及过养生炉是这片宇宙的违禁物品。他讶然道：“那所谓的最强母舰上，有另外一片宇宙的违禁物品被激活了。”是的，黄明点头道：“同时，这片宇宙的至宝生命石也被他们激活。两大宇宙的违禁物品一起爆发，让那条古路、那条裂缝开启了。” 王轩多年平静的心，现在有浪涛拍击。那三人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了不起。他们成功了吗？他问道。那时，大宇宙很可能真的被打穿了。另外一片宇宙的违禁物品爆发绚烂的光，像是引发了什么共鸣。室外那一边仿佛在主动接引他。那艘母舰虽然焚烧断掉了，但是第五百八十三章新篇，婚期已定。 当王轩听到这里后，心潮起伏，还真被他们成功了。另一个宇宙的违禁物品发光升腾，爆发无尽绚烂的神霞，像是神话复苏了。在那艘母舰瓦解的过程中，他独自冲进了通道，就这样消失了。大宇宙之外，另一片天地，世外，像是有浩瀚莫测之力在接引那件违禁物品回归。这是打穿宇宙裂缝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一刻，超凡物质如同汪洋决堤，一下子就冲了过来，震惊了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的所有观测者。生命池虽然发光，也极致强大，是贯穿通道的两大功臣之一，但是在飞仙光宇中，它并未离去，最终坠落了。另外一片宇宙像是排斥这片宇宙的至宝生命池，对这片宇宙的违禁物品有很强烈的抵触。 生命池虽然参与了轰穿通道的过程，最终却遗留下来。王轩听得出神，真让那三人干成了一件大事，打开了世外之门，贯穿了大宇宙。过去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大事件呢。但是那三人成功了吗？黄明道，那三人不见得冲过去了。很多人猜测，他们应该躲在生命池中，而不是另外那件违禁物品内。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王轩惊异，他倒是盼着有个成功的案例，多出一条路来。这种结果让人叹气，殊为可惜。最重要的是，至宝生命池怎样了？是否受损？那两男一女如今在哪里？目前不清楚。生命池坠落后，划破宇宙虚空，暂时不见了。很多人都追下去了，在那片星域寻找。更有人在探查重新闭合的宇宙通道，那里无比热闹。 一片沸腾。此后的两天，其他隐居在旧土的超凡者，也有人接收到了故友从宇宙深处传来的消息，在小范围内开始流传。当然，这些超凡者，哪怕是列仙，如今也都几乎成为了凡人，但依旧在关心这种和神话有关的大事件。三日后，黄明告诉王轩，生命池被人发现了，在宇宙深处引发争夺战，有母船出动。 有战舰开火，很激烈。那三大强者不在了。王轩皱眉：“是的，生命池成为了无主之物。据悉，其外壁染着两道血迹，看样子那三人凶多吉少了。”现在，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的许多人认为，三大强者八成是死了，在那种剧烈的贯穿宇宙通道的过程中被震碎了。也有人相信，他们可能只是负伤而已。 关键时刻舍弃生命时，进入另一件违禁物品中跨界成功，要不要联合一些人去争夺至宝生命时，黄明有些激动地问道。这次连孔云都来了，说他那位老祖宗愿意相助，可以联合深空中的故友等。不必了，我不想掺和这件事。王轩摇头，他不会离开旧土，没有必要进入风口浪尖上，远离是非。 默默的提升自己，他不愿也没有必要去卷入漩涡中，那可是至宝啊！有他在手，凭你地仙级的修为，哪怕有人想动用战舰轰你，我感觉也能防住。”黄明急切的说道，看得出他是发自真心的，希望王轩将自己武装的更加强大，避免以后万一有突发事件出现，好有个强大的底牌。王轩摇头，坚定的拒绝了。 他有遇到枪在手，有其面可欺，有杀阵图在等待成熟，哪里需要去趟浑水？可是他又不能直接告诉黄明他们，只能婉拒，并让他们不要担忧。黄明道：“好吧，是我们过于冲动了。这么远的路程，等我们赶过去，或许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白跑一趟。”又过了半个月，有消息传到旧土，生命池被人抢走了。 但究竟落在哪股势力手中，却没人知道。沸沸扬扬一场开启通道、打穿大宇宙的超级事件，暂时落下了帷幕。王轩没离开旧土，那可是一件至宝啊！对于超凡者来说，充满致命性的诱惑力。他居然忍住了，没去争夺。他不是地仙吗？在这件事中，有人在谈论他，深感意外。显而易见，他看似平淡的生活。 其实始终聚焦着各方的目光，无论是新星还是旧土，亦或是更远方，都有人在关注。超凡落幕了，对他来说，或许找到新路，延续新神话，远比去争夺至宝更重要。关键是这么远的路，他赶过去，不见得能夺到，还有可能会成为各路战舰的靶子。说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其实一直很低调，常年远走域外。 在本土几乎没怎么冒头，直到前阵子才回来。他定居旧土无这些年没有人在星空中遇到他，不知道舰队能否打掉他这样的地仙。在各方的话语中，有人关心他，自然也有人冷淡，甚至带着敌意。人心复杂。昔日的大战曾有画面流传出来，地仙池至宝之战实在过于强横了，让一些人觉得不自在。 感觉像是有柄利剑悬在头顶上方。某些大势力、某些阵营认为，都到这个时代了，不应该有地仙了，不需要有震慑各方的超强个体存在了。听说深空中有人对他不满。昔日他屠过神明，杀过妖魔，得罪过一些人。这些年，时代发展，星空中各种飞船、母舰等往来密切。 新星、旧土和宇宙深处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时至今日，新星和旧土不再是孤悬星河边缘地带的生命星球，已经加入宇宙联盟。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便有冲突、有战争，都不允许任何一方攻击与负面联盟成员所在的星土。艰辛，那将会被宇宙联盟所有成员共同讨伐。王轩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日子在平静中度过。 他已经渐渐适应这种节奏，当然，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超凡者，心平气和等待突破，期待超越地仙，踏足养生主。在这段日子中，他竟然数次和元神交感，觉察到超凡世界有些许波澜，这有些不正常。超凡界有波动。此外，他开始出现一些梦境，在睡梦中，他看到了叶明成、白静书、老张、方女主等人。 小张，再相见的话，你如果还不是超绝士，修为应该是被我追上了。他说着梦话，和老张交流。与竹姐、剑仙子、青瑶，你们最近怎样了？我要结婚了，这是我红尘中的人生。将来我们应该还会再相见吧。在梦中，他和一位又一位故人交流、问候、谈论着现状、未来。可是他偶尔也会有噩梦。 见到所谓的超凡大世界有可怕的景象，甚至见到故人流血死去了。等我踏足遇到境界后，直接打穿大宇宙去找你们。在梦中，他喊道。最后，王轩醒了，默默出神了很久。生活继续，王轩和赵清汉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被朋友和家人一致看好。事实上，两人也都大大方方承认在一起了。最近。 老王和老赵也时不时的就聚一下，谈杂书上的记载，聊两个孩子的婚期等，要确定日期了。期间，星星有不少朋友来访，如周云、忠诚、钟晴、李清泉等人。时隔数年，周云确实变了，不再灯红酒绿，没再发飘。这些年，他曾多次主动问黄明、孔云、周清、黄等人是否需要帮助，如有需求尽管开口。不久后。 吴英也来了，我来晚了吗？为什么你每次回来时我都不在？上次我去了密地，这次学你去深空旅行，竟和你错过了。吴英带着小狐仙在旧土见到了王轩，小狐狸在那里用小爪子比划，他想说大吴去深空想遇到王轩。马超凡和小狐仙被吴英和赵青汉轮流照顾，交替着养他们两个。小狐仙备受两女喜爱。 晚饭后，吴英和赵清汉又单独小聚。吴英喝了些红酒，微醺，道：“赵赵，祝福你。小王很好，可惜我认识他太晚了。好吧，我有些醉了。离开这里后，当我什么都没说。”吴英又喝了一杯酒，结束这次小聚。他在旧土只待了一晚就离去了。他已知道王轩和赵清汉的婚期在旧土的春季已经很近。 风雪已开始消融，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在祝福，部分人冷漠注视，不看好两人走到一起，有人发酸，有人带着敌意。比如星星，有些年轻人对赵青汉有好感的追求者甚是敌视，赵青汉竟然选了他，真是的，超凡都落幕了，就土的那个隔壁老王有什么好的？赵女神的眼光也特差了，亏我一直当她是女神。 你们说那个王轩现在到底怎样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没有再出手，而且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星空中。我认为他应该也和猎仙一样，渐渐腐朽了。其实早已不具备地仙战力，归于凡俗了。赵清汉，哎，糊涂啊！以后在星星都见不到了。他居然要远嫁旧土，真是让人遗憾，为他可惜啊！看来。 所有被喊为女神的女生都逃不过遇人不淑、所嫁非人的定律，红颜命薄。当景月将一些人的议论以文字形式发给赵清汉后，他没有生气，反而笑个不停，转给王轩看。这群葡萄精，他们自己的眼神有问题，还敢埋汰我？王轩真想去教育下他们。然而不久后，他自己却莫名遭劫。机械小熊问他。 要不要一起去月球挖遗迹？虽说母船没有了，但或许还有些东西遗留，甚至有神话物品等，那是王轩擅长的领域。结果不久后，王轩在外太空被战舰轰击，轰的一声，天地间爆发出刺目的光芒，有船舱解体爆碎了，震惊了旧土和新星各方。第五百八十四章：新天有敌自远方来，居然被攻击了！在那一瞬间。 王轩头皮发麻，飞船曾一度被锁定，有倾覆的危险，但是未用它施展任何手段，飞船便瞬移，性能高的可怕。一道光擦着船体一侧的空间飞过。不止如此，伴着大爆炸，远方有船体爆开了，像是一片陨星肆虐，砸穿大地，引发毁灭性的光芒浪涛。那是敌舰，反被击毁了。机械小熊和银色飞船等同于一体。 在控制飞船躲避的同时，直接发动反击，干掉了对方。敢偷袭熊，嫩死你！小熊说道。他虽然怒了，但是语速不变，依旧在以平静的语气发声，机械地表达着心中的不满。王轩不是机械生物，情绪自然有起伏。他手心攥着御道枪，随时准备激活御至宝去杀敌。多年的平静在今日被打破，有人忍不住了吗？ 他自然因此而杀气腾腾，这里的情况自然第一时间被旧土的探测器捕捉到了，因为距离本土很近，动静过大，发生这样的空战，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还有一艘想逃，将你打成废铁渣子！机械小熊声音平缓，说着狠话，早已开启能量护盾，急速追杀。别看银白飞船体量小，可是经过不断升级。 融合了各种母船、巨型战舰的精华等多次重组后，它已经成为超级征战工具。远方有一艘黑色的战舰，十分庞大，如同史前凶兽般狰狞，接连发射能量炮，发现干不掉目标，快速远遁。王帝先被战舰攻击了，这则消息配上一张外太空飞船解体、发生大爆炸的图片后，顿时引发巨大的波澜。上次中庸回归新星时。 被人突然猛烈开火，导致战舰解体，至今都没有找到元凶。现在又有人在救土杀王轩，这两人都有不小的来头，一个是财阀中的头面人物，一个是超凡领域中至今都没有腐朽的地仙。像是某种信号，暗中有强大力量搅动，先后攻击财阀和超凡者中的关键人物，让很多人心头震动。空，天空中。 那艘狰狞的黑色战舰虽然很先进，但是依旧被击中，冒出刺目的光，左后舱发生大爆炸。性能优越，堪比圣灵的古飞船，疑似多次重组，不弱于另外一片宇宙的科技产物。黑色的战舰中传出机械声音，似在进行评估。显然，这不是人类在驾驭，而是由机械人负责。这是他发出的最后讯号，接着他就依据命令自毁了。 轰的一声，如同钢铁凶兽般的剑体爆碎，在能量光芒中瓦解。当平静下来后，只剩下一些合金碎片等。机械小熊很生气，原本想收集信息后再击爆，结果对方先自毁了。他在附近星空徘徊，没有找到其他线索。不久后，青木开着战舰来了，风驰电掣，怕王轩出事儿。敌人呢？还有没有敢和剑修伊脉为敌？ 全部歼灭干净。他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剑仙在此，他们伤不了王轩。机械小熊发出讯号进行回应。青木闻言感叹：剑修一脉后继有熊了。这件事影响极其恶劣，有人守着旧土轰击王轩，这样下死手，可谓心狠手辣，不怕惹出大风暴。再怎么说，这也是一位帝仙。 有人竟想一发能量炮送他归西，简单直接粗暴，实在太张狂了！想在旧土开战吗？陈永杰第一时间以秘路组织发音，要求彻查此事。事实上，这种恐袭让各方都反感。这不仅是一个人生死的问题，如果都这么乱来，谁不害怕？旧土相关部门、许多大组织都站了出来，要求一查到底。 新兴的组织也纷纷表态，给予强烈谴责，认为这种恐怖袭杀实在是反人类，理应被严惩。当然，有些大势力是不是真这样想就不知道了。事发后，王轩没有返航，陪机械小熊按照原路前往月球，去探索遗迹，看有没有什么黑科技留下。王轩、赵清汉脸色发白，得到消息后，他心头悸动，担心他出意外。 没事，一朵有些科技含量的烟花而已。这种袭杀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嫌战舰多，那么大可以经常性地为太空增光添彩。接下来，各种电话先后打进来，有熟人在关心，也有一些组织在关切，询问详情等。当日各种议论都有，毕竟超凡领域的天花板，一位地仙遭遇战舰打靶，影响实在很大。有意思。 终于有人开始动手了，这是看出什么苗头了吗？意识到地仙其实也腐朽了，这是一次试探。有人做出这种推断，毕竟过去各方都很谨慎，彼此相安无事，没有人愿意冒头挑起风暴。我也认为他名不副实了，超凡落幕将近九年了，绿仙几乎都渐渐沦为凡人。他当年有些特殊，可是大概率也抗不了多久。 这些年都没见他出手，一直在向宇宙中跑，或许就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虚弱。有人跟进发表看法，这次的恐袭事件引出部分人对超凡现状的猜测。当然，这些没有放在明面上谈论，毕竟有些敏感。但是，有些组织和阵营内部已经开始在怀疑了。然而，当日一张照片又让他们有些失神。旧土。 有太空探测器捕捉到王轩在月球上散步的画面，没有穿宇航服，很平静地在祖冲之环形山丈量，在其他出名的陨石坑漫步。许多人顿时都无言了，这是旅行呢？打卡到月球上去了？地仙真他良的不科学，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这种人？不久前还在暗中兴奋的人，原以为揭开了真相，认为神话永继。 超凡者彻底虚弱不堪了，现在则很失望，甚至有些愤懑。不愧是王帝仙，看他轻松写意的样子，他的肉身和当年相比，或许没有任何变化。有没落的超凡者喜悦、激动，超凡界只要还有这种强者，各方面没人敢妄动，会无比忌惮。不久后，周青黄在自媒体平台上留言，颇为伤感：“我怀念了，想真身登月漫步。” 一时间，各路超凡者，尤其是昔日的仙人们，都心情复杂。他们也想遨游天地间，真深入宇宙。过去，这些对他们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可是现在都做不到了。然而，很快画风就变了，各路网红跟进，大神求带，真身月球打卡。沉寂多年的王帝仙，这一日遭遇袭杀，唤起部分人久远的记忆。 星星的议论比旧土更多，毕竟他当初在旧土相对低调，在星星着实闹出过很大的动静。关于这些，王轩没有理会，也没必要去在意。他在月球上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遗迹，稍晚便直接返回旧土。陈永杰第一时间出现，神色凝重，道：“能猜测到是哪股势力吗？有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他很严肃。 这件事的影响与发酵绝不止于此。对方既然敢对王轩动手，不可能就这么匆匆收尾。也许近期没有什么了，甚至对方未来几年都不会轻举妄动。但是，敢这样下死手的人，终有一天还会忍不住的。说不好。王轩摇头，他自然没有放松戒备。都有人拿战舰轰杀他了，这可不是小事儿。我在星星杀过妖魔。 在不朽之地，图过神明也曾和圣灵死磕过，潜在的敌人不算少。另外，还有个别财阀昔日十分敌视我。陈永杰闻言皱眉，这毕竟不比当年了。和超凡有关的一切都在腐朽，哪怕王轩昔日很了不得，但现在的状态绝对无法和过去相比了。他感觉到了王轩这些年来在虚弱。不要担心，现在提前爆出来也好。 总算知道了，有人始终在惦记我。王轩面色平静，接着又道：“老陈，接下来的岁月，你要养生，保重好身体。会有一天，我能带你重新踏上超凡路。”陈永杰豁地抬头，眼神很亮，心中熄灭的火光再次燃起。这些年他都不抱希望了，可是现在，心有热血在涌动。好，我等你接引我。他收起心中的起伏的情绪。 尽管还是担忧王轩的现状，但也没有再说什么。赵清汉来了，但是被王轩安抚，让他回实验室那边，暂时不要来云城，因为他感觉事情还没完。赵清汉了解他，同时自己也很理性。闻言后点头，并没有留下，不想让他分心。不管是试探，还是想真正的动手，一次战舰轰击怎么能算结束？王轩面色冷漠。 自然非常想知道是谁。很多年了，他都没有再染血，没有这么强烈的想杀生了。最近不要去域外，这个年代对超凡者真的很不友好。即便你有地仙级的力量，一个弄不好也会死在科技武器下。想一想昔日的奇人，有人就是这样丢掉性命的，太可惜了。王轩的父母自然不放心，晚间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乱跑。我知道。 他点头，然而就在这个夜晚，就在后半夜，他起身了，面色平静，眼神略冷，无声无息的离开家门。神话永记，多年后，居然有人还具备托梦的能力，当然不敢真个接近他，而是在很遥远之地唤他的名，以一缕精神之光照射进他的梦中。王轩无惧，在后半夜平静地走出云城，向着大黑山而去。 有人敢以超凡手段接触他，确实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师在路途中还没有进入山区，离开城市不过十几里之遥，天地间便有惊人的异象出现了。一道赤霞贯穿天地，急速俯冲而来，照亮漆黑的夜空。那竟然是一口飞剑从天外斩落下来。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可以御使飞剑，实在太惊人了。 第五百八十五章新天雪坟。王轩，天空中有异象，要我拦截吗？机械小熊和飞船在郊外停在一座山头上，第一时间发现异常。不急，夜空中赤霞如大火，似焚烧的陨星，空撞向大地而来。那种声势着实很浩大，非常的惊人。超凡落幕接近九年，人间没有了神仙，很少有人能够动用超凡之力了。 而现在这么威势磅礴的一剑显照出来，实属艺术，连王轩都动容。在这个年代，还能有这样的超凡手段，殊为不易。对方靠什么保留住了道果？当然，这不足以让他畏惧。再怎么说，他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王帝仙，杀过各种强敌。他一步迈出，从原地消失了，已经到了数里地之外，再次远离云城一段距离。 避免波及无辜。天地间，那道赤霞跟着改变方向，其轨迹极其可怕，如宇宙流火，红光射人，化作一挂杀伐之光倾泻下来。王轩再次迈步，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而且是接连数次，彻底进入山区了，闯进他熟悉的大黑山中。远方有探测器捕捉到这种惊人的画面，有卫星拍摄到天地间刺目的红色剑光。 惊醒了部分人，谁都没有想到，在超凡熄灭后，旧土还能有这样的景象，要来一场神话大战吗？大黑山中，王轩立足在曾经杀黑后灭孙成坤的山地中，他寂静不动了，抬头凝视急速俯冲而来的飞剑，天地都仿佛被劈开了，那种速度无以伦比，从高空斩落，不断加速，即便是普通的一件金属轰落。 那也将威能滔天。果然，这片天空都被染红了。漆黑的后半夜不宁静了，整片大山的野兽等都躁动了，恐慌了。如一挂红色的星河坠落到了眼前，唰的一声，王轩没有应接，从原地消失，出现在数里之外。接着，他再次移动。到了这个年代，他自然不愿多消耗，尤其是这个年代，不需要豪勇斗狠。 能省却多少力气就省却多少。超物质太稀真，它消失了。可是那柄飞剑却带着无以伦比的红霞，如同漫天大火席卷，斩落在山地中。轰的一声，飞剑不见了，自然是直接轰入地下，无坚不摧，并且带着极其强大的超凡之力。与此同时，这片山地爆响轰鸣，各种林木成片的炸开焚烧，接着是山地瓦解。 崩碎，快速下沉，瞬间，更惊人的画面出现：以飞剑落下之地为中心，无数的大裂缝密布，蔓延向四面八方。这片山岭，很多座山峰都跟着崩塌了。大黑山仿佛世界末日到来，林木焚烧，宇宙流火肆虐，地面爆碎沉陷。王轩退出去很远，一退再退，避开了山塌地陷的区域，置身事外。突的一声。 赤红飞剑从大爆炸中心地带冲起，在滔天的烟尘中横空而过，再次向着王轩杀去。很明显，这次的威势弱了一截，远没有飞剑直接俯冲而下时声势浩大了。我还以为你是从外太空直接劈落下来的，要来个上帝之杖呢。王轩自语，早先那种声势连他的脸色都变了，现在从容应对。当他弹指。 将斩落过来的赤色飞剑击飞，赤色剑体划破虚空，削断成片的树木，将山体斩出一道巨大的沟壑，激起无尽烟尘。王轩，我要杀了你！杀杀杀！角色飞剑翻飞出去后，再次调转过来，并且伴着如同恶魔之羽的疯狂声音附着在剑体上。当王轩又一次弹指，晶莹的指头让飞剑变形扭曲。在这个年代。 他堪比地仙的肉体力量极其可怕，震得飞剑火星四溅，竟有豁口出现，横飞了出去。这口飞剑上附着的意识不是地仙那种精神很疯狂，甚至有些混乱。这是被人控制了，来试探杀他吗？王轩皱眉，不认为这就是主谋。欲使飞剑的人似乎疯了，这种人怎么可能调动得了战舰呢？如果他的元神还在，哪怕相距再远。 他也能瞬间锁定此人。别看此人驾驭飞剑很凌厉，但也逃不掉，很快就会被降服。王轩再次感觉到元神不归的不便之处，但是即便这样，他也没觉得困难，对方难以伤他分毫。飞剑上附着的意识虽然发疯了，但是战斗本能还在，瞬间冲上高天，又想借助俯冲之势提高威能。这个年代了。 突然有超物质可以挥霍，你来自深空吗？王轩冷漠地盯着，准备拿下此人。然而这一次还没有等他动手，远方有一道刺目的飞来，轰的一声打在那口血色飞剑上。剑仙对剑修，孰弱孰强，一战明了。五十里地之外，一座山头上银白飞船闪耀，平日他就停在此地，正是机械小熊操控飞船开火。 击中俯冲下来的飞剑，他看到王轩出手后，实在是忍不住了，直接来了一发。飞剑瞬间暗淡，出现裂痕。啊！天空中传来尖叫与愤怒的声音，一道精神之光飞了出来，并且和远处躲避在云雾中的元神共鸣。嗖的一声，有元神赶来，着实不弱，真实显照不限于超凡领域，连凡人都可见到。两者合一。 舍弃了飞剑，向着大地上的王轩扑杀了过去。有人猜测道：“我的元神出问题了，这样试探吗？”王轩皱眉，机械小熊发呆。他现在不是超凡生物了，可以进行物理攻击，但是确实奈何不了纯精神层面的东西。王轩平静，双目深邃，越发确定今晚出现的这个超凡者是被人驱使过来的，主要是为了试探他。 他不得不重视起来，到底是谁？该不会掌握逍遥州的那两人吧？亦或是说，商议至今还在现世？眼下，王轩冷漠地看着那疯狂的元神，任他接近，直到他到了眼前，距离不足三丈了，他的地仙之身才发光，那是血光，在黑夜中非常绚烂，浑身蒸腾的鲜血气。啊！那个元神惨叫，凄烈无比，整个人形的形体都在焚烧。 他在哀嚎，连那错乱的精神似乎都正常了不少。不，他痛苦地叫着。王轩屹立在山地中不动，地仙血气自然弥漫，红色光芒神圣，像是黑夜中光明神焰，照亮整片山地。这就是地仙吗？其血气冲起，就能焚烧任何魑魅魍魉，能洗尽所谓的劫难。那么强的元神都进不了他的身。有人通过探测器看到这幅画面。 在深夜中惊叹，王轩镇定而沉静，任那元神坠落。他现在虽然没有元神，但也重修出了精神领域，尤其是地仙血气太恐怖了，随时可以练死此人。他探出手掌，带着赤霞，一巴掌抓住了那越来越虚弱、几乎要磨灭了的元神，直接薅了过来。他自然要弄清楚，究竟是谁在针对他，谁对他有这么强的敌意。 第五百八十六章新天诸神复苏。夜深人静，在超凡早已全面熄灭的时代，这里却发生了神话之战。只是初时惊天动地，但却结束的无比突兀。王轩站立在山地中，周身血气化成赤霞，映照虚空。被他一把攥住了那个元神，在地仙血气的焚烧下，虚弱不堪，快要死去了。毕竟是深夜。 只有极少数人通过探测器看到这一画面，都被惊得不轻。绝灭时代神话已崩，竟还能见到这样一幕，不愧是王帝仙，飞剑携宇宙流火横空，劈断山峰都被他硬接住了。生擒那个人，相关部门有人叹道：“王轩沉静无声，攥着此人帝仙血气还在流动，再次拉升中，将那元神炙烤得如同遭遇烈日暴晒。”嗖的一声。 机械小熊来了，驾驭银白飞船停在不远处，走出舱门，道：“哪里来的剑修？在这个年代，还有其他人可以修行吗？”早先王轩也有疑惑。寒冬黑夜来临后，诸神步入黄昏，略先在沉沦，甚至连他都被困扰。怎么会有人敢这样催动飞剑，尽情挥霍超凡之力？但很快他就猜到了，和深空发生的大事件有关。 前段时间，有人利用两件违禁物品打穿大宇宙。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不属于这片宇宙的那个违禁物品发挥了巨大作用。它被另一片宇宙主动接引，完成贯穿世外的壮举。那一刻虽然短暂，但是不朽之地和生命科学之地附近的人都感受到了超物质如江海决堤倾泻而出。真空中，有人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短暂复苏了。 王轩认为这种复苏不能持久，可视为回光返照，有强者活了过来，不知道能持续多少天。这是本着过期不用便作废，抓紧时间动用超凡之力吗？吃啦！王轩手中血气蒸腾，导致那个元神快速暗淡、模糊、衰弱到最低点，随时会被焚个干净。此时他没有任何威胁了，让我看一看你还有你身后的人的跟脚。 他以精神领域凝视，搜索这个虚淡影子的过往，然后他就看到了无边星海、浩瀚深空，大宇宙被洞穿了。这个人果然来自那里，被超物质和莫名规则滋养，当日就海洋了。同时，王轩看到了熟人的面孔，光神、雷拓、玉红等人的身影，虽然都是一闪而过，但是依旧可以辨别，那些都是什么人？大结界中的至强神明。 昔日王轩在不朽之地曾经屠神，就是这些人。当然，那时他杀死的是诸神在人间的化身，而非他们的真身。但仇已经结下，现在他们派人试探，要来复仇。借你们几个胆子，敢来杀我吗？王轩抬头望天，他蹙眉，总觉得有些不妥。牵扯应该不止这些，纵然诸神复苏，也不至于跨星海来这样针对他。 他们应该很清楚，他十分特殊，在超凡落幕后还能保住地仙道果，诸神这次能回光返照几天，就不怕随时被打回原形，被他猛烈的铲除吗？正常来说，哪怕光神玉红袁雷等人恨我入骨，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才复苏，没必要就立刻急匆匆来杀我。甚至有些人应该都失去了雄心壮志。 彻底归隐了才对。王轩觉得这件事似乎没那么简单。他从这个元神中看到的诸神，或许是有人故意留给他的画面，试探我吗？看我究竟是否敢追杀到不朽之地，探寻真相，去猎杀诸神。如果是那些人也就罢了，如果不是的话，这岂不是想驱动他去和诸神血拼吗？王轩搜魂，然而这个元神噗的一声。 如同夜风中的明灭不定的烛火，瞬息熄灭，精神领域毁灭干净。看似被地仙之血焚烧所致，其实也是因为元神有自毁的禁制。这个人灰飞烟灭了。最近我会让飞船处在战备状态中，随时准备和诸神开战。机械小熊开口，他怕域外的神明突然降临。没这么严重。王轩摇头，那些人不至于发疯。他思忖片刻。 认为至宝事件有些严重。既然有部分强者复苏了，拜另一片大宇宙所赐，那么当日现场中的至宝生命石，它究竟承接了多少超物质？祭司的话，这就有些恐怖了。他是亲历者，贯穿的大宇宙时，如同汪洋决堤般的超凡之力曾将他淹没。谁得到了它？拥有者很危险。是这个人在驱动这一切吗？王轩捡起那柄满是裂痕的飞剑。 几步后就离开大黑山，如同缩地成寸。不久后返回云城，继续睡觉。然而这个夜晚，得到消息的人睡不着了。接着，各种信息传递向远方，扩散向星星以及域外。伴着王轩弹指击飞赤红飞剑的素材，以及他最后一把抓住袭击者元神的照片等，夜色下地心血气灿烂而又摄人，将他的身影映衬的如同仙魔回归。 对王轩来说，生活继续没什么影响，最起码表面如此。他和赵清汉煲电话粥，平静而沉得住气。至于外界，一大早就被各种消息轰炸了，在星星那边上了各种新闻，什么地仙复苏、神话之战等，语不惊人死不休，全是标题党，简直就像是旧时代的 U C 震惊部的余孽在线。先博一波眼球再说。当然，有些新闻媒体。 有些平台还算是言之有物，专门找来一位昔日的理性天仙级强者，至今还有些许超凡之力，写出一篇评论。大意是王帝仙很强，依旧是超凡世界的天花板，居然可以雪焚元神，在如今这个年代很吓人。但是他也委婉的点了一下王轩为什么没有动用元神，早些结束战斗是不屑还是有其他原因？ 这篇评论着实引发一片风波，各方参与讨论，纷纷探究在这个时代超凡者的真实战力还有多少。据我了解，绿仙九成九都成为普通人了，哪怕是李天仙这样的强者，如今也只是勉强维持超凡一两段而已。王轩大概率肉身还很强，但是元神退化得很严重，不然早就祭出异宝了。不错，我也持这种观点，就如同昨日。 他被战舰轰击，如果元神无恙的话，完全可以精神出窍追下去，根本不会容那艘战舰自毁。这些都是实证。大时代变迁，世间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地仙了。各方讨论让青木和老陈看得皱眉，感觉风气有些不对。有人在抽丝剥茧，挖掘王轩的虚弱现状，疑似在带节奏。他们让人去查，究竟是什么人在引导这种探讨？ 非要揭开王轩的底子不可，结果发现那些媒体成分复杂，都是大财团交叉持股控制，甚至也有新兴的猎仙财阀参与。有消息表明，不朽之地和科学生命之地近日曾有超凡物质倾泻，诸神疑似复苏，王帝仙有危险了。他在那边杀过不少神明，有人不嫌事大，揭示各种真相，认为昨天的恐袭和飞剑自天外斩来。 只是第一波而已，还会有大事件。尤其是王轩大概率不是真的仙了，后面可能会出事儿。黄明、孔云、周清、黄等很多人顿时都私下问王轩会不会有问题。现在风向不对，让他们跟着担心了。他们这群人，无论是从朋友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超凡立场去衡量，都不希望王轩这面大旗倒下去。 这件事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从超凡者到普通人都有很多人在关注，甚至有人通过熟人向赵清汉委婉的递话，不要嫁给旧土的没落超凡者王轩，他已不是地仙，并且有最新而又可靠的消息传来，他要出事了。不止一人先后传话，劝告诉赵清汉回归新星吧，不要在旧土和那个王轩走在一起，这个假地仙被人盯上了。 然后这些传话的人就被赵清汉怒对了，让他们都走开。他和谁在一起，和这些人没关系。不管王轩是地仙还是沦为普通人，他都会留在旧土。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不会真有人要来对付你吧？我们先拍一组婚纱照。当天赵清汉就来了，拉着王轩去拍照。你怕我出事儿，想先拍下婚照。不用这样。 王轩看向他，如果真有可能出事的话，他不愿提前去拍照。去吧，趁着现在还有雪景，先拍照一组。春暖花开后再拍一组。赵清汉微笑着，执意要去。好，我保证不会出事。王轩笑着点头，当天就去拍照了。次日，赵清汉发图配文：“冬季看落雪，婚照一组，很大方和直接的发了出去。” 赵清汉看不清现状啊，还真陷进去了。有情况表明，现在暗流涌动中，他居然真喜欢上那个隔壁老王。这种状况下，还主动去和他拍婚照，有他哭的时候。人的命天注定，可探照女神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寡妇，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选择。金星，有些人言语很难听，更些未婚对他一直有心思的人气急败坏。 两日后，有人委托新兴的财团以及一些没落下来的仙人向旧土的王轩递画，求购一件物品。对方没有表明身份，但是为取仙羽，第一时间表示可以帮王轩解决深空中的麻烦，挡住躁动的诸神。我是谁？想要什么？王轩问道。岁月之书负责递画的人告知王轩一怔，这东西确实在他身上。 不过被他扔在命土后方的世界了，因为那本书碎嘴子，而且不是善茬儿。当年被他打入冷宫，逝去的超凡文明留下的旧约，他们要这种东西做什么？他皱眉，他第一时间和老王说了这件事，让他翻下杂书，看现如今旧约还有什么用。王泽胜还真看到过一些古书，而且那本书至今还在有关部门的典籍室中。 不久后，王轩请人传来扫描件。在这种枯竭年代，旧约没什么效力了。但若是超物质足够，可以用来炼化至宝，效果不错。他意识到，这大概率和至宝生命池有关。有人想快速而彻底地掌控它。岁月之书不在我这里。当日，王轩告诉星星那边，不用费力气了。对方认定就在王地仙的身上，愿意和你交易。 想要那本书，清新的传话人说道：“我说没有就没有。再者，即便有，我不想卖，不行吗？”王轩冷声道。传话的人紧张，赶紧解释：“王帝仙，你不要生气，我们也是接受客户委托而已，没有冒犯之意。”可是不久后，就又有另外的人向王轩传话：“深空中有客户一定要岁月之书，希望王轩能通融，可以成全。” 在接下来数日内，云城经常有些灵异事件发生，如庙宇发光，野狐口吐人言，还有人托梦。王轩的邻居都在传话，想和王轩交易《岁月之书》，对方想要那本书，同时这也是在试探，证实你不能动用元神了。接下来可能要有什么动作了。陈永杰和刘怀安都神色凝重，赶到云城，青木调动战舰过来，且不止一艘。 宁静很长时间了，屠神在现实世界杀地仙都是很久远的事了。有些人在挑战我的心理底线吗？讨要岁月之书，可能为真，确实有需求，但也可能纯粹冲着我而来。王轩开口，他猜测，或许是昔日的大敌冒头了。第五百八十七章新篇，大兵压境。掌握至宝生命池的人，有可能是未知的人，也有可能涉及到昔日的对手。 比如勾陈地宫和超绝宫的两大强者，昔日他们就曾驾驭逍遥舟接近过王轩，但被遇到枪复苏的气息惊退。这次他们又来了吗？这两位超绝士很不地道，曾被刺方雨竹、叶明成等人，关键时刻真的没有什么底线。还是说商议出现了？这是王轩最在意的大敌，真的能威胁到他的生死？但是他感觉这次不像。 若是商议，应该直接就杀过来了，无所顾忌。商议有两具躯体，都可称之为真身，同样强大。手持人世剑那个，大概已经离去，走的是最高等精神世界那条路。至于另外那具手持羽化幡的身体，曾被几个神秘人追杀，爆开了他的内景地，伤及他的肉身，估计受创极重。金星、旧土都曾有中间人联系王轩。 深空中的客户多次委托，想和王轩交易，但都被他拒绝了。而这件事也没有成为秘密，在外流传开来，让人们越发确信有人盯上了王轩，想要在地心头上动土。噗，一朵雪花绽放，又一头野狐被机械小熊射杀了。三天内，这已经是第七头。这些野兽口吐人言，妖言惑众，每次出现都被他快速清理。不过。 王轩的邻居近期被人托梦，这种情况依旧无解。没有强大的元神，很难找出来暗中的人。当夜晚来临，王轩有时会走出去，身体笼罩赤霞，地仙血气蒸腾，走过街道，一切才会安静。那些元神惧怕地仙自然外放的血气，也是因为如此。不仅暗中的人，连新星,星和旧土的不少组织都意识到，王轩的元神似乎真出问题了。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动用？清新有特邀评论员李天仙和周妖圣等人发表评论，称最辉煌的大时代落幕了，历史洪流碾压而过，没有谁可以阻挡大趋势。他们称，或许不朽之地那偶尔被打穿的大宇宙通道，只能算是个例，暂时让诸神复苏了，强者再现。有人认为两人在带节奏，但又不明显。总之。 引发了各方不断的探讨。近些年，本已平淡下去的超凡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当然，最终的指向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提及王轩。现在差不多可以确定，王轩的地仙之身在腐朽，在没落。首先，有战舰轰击过他，有飞剑夜袭过他，都指向不朽之地的诸神。但是，他却没有远征，不曾去报复，这很反常。其次， 现在就在他那座城市中有各种灵异事件在发生，他却没有动用元神镇压，也能说明问题。说话的人或许不是出自本心，只是听从安排，造成一股风向，让各方都意识到王帝先不行了，将要倒下去了。正在这种氛围下，深空中的客户开始施压了，委托中间人告知王轩，他对岁月之书志在必得。当夜。 有六七口飞剑出现，有的鲜红如血，有的紫莹莹，有的发出绚烂的黄金光，色彩斑斓，十分非凡，在云城上空不时划过，带着浓郁的超凡物质，肆无忌惮地斩破天地。这是什么意思？耀武扬威，要造成大兵压境的景象吗？事实上，机械小熊当即就怒了，在夜间锁定飞剑，接连开火，击落两口。 又以能量光束将第三口打成碎片，但是对方变本加厉，很快就又出现十几口飞剑在城中掠过。这次不在高空中了，而是绕着商厦，在高楼附近徘徊，以建筑物阻挡火力网。这样做后，机械小熊真不敢轻举妄动了，怕伤及无辜。来人不止一个，有些恶心人，相当的讨厌，连陈永杰都有些忍不住了。 王轩不是不能击杀掉暗中的几个元神，只要激活遇到枪，管你飞剑还是横空的元神，都要噼里啪啦的掉下来。可是这种动静太大了，而且消耗也会很可怕，像是用高射炮打小鸟。他不想因此而惊走真正的大鱼。次日清晨，青年状态的刘怀安老爷子来了，为王轩送来一口灰扑扑的池子，平凡而普通。 王轩一眼认出这是什么？往生池，钟家最强大的异宝，比肩昔日的斩神器。老钟来了，他低声问道：“他压根就不相信钟庸死了，因为他相当了解老钟的性格。这种人怎么可能被坏人安排空难而亡？要是那么容易被人干掉，他怎么可能活过一百多岁？”刘怀安点头：“老钟来救土叙旧，正是从庞大的家族产业中脱身出来。” 从此不再做财阀头子。上次的空袭是老钟自己一手导演安排的，一是想借此脱身，二是想看下各方的反应，有没有敌视钟家的人趁机发难。如果钟家后代不争气，撑不起门面，他随时可以再出手，调动身空中的舰群拍死不安分的因素。老钟和刘怀安是旧识，当年刘老爷子时常接受老钟委托去探险。 甚至最后一次失踪，也是因为接了老钟的委托。那次老钟亲自跟着的，着实被吓得不轻，损失了两三艘超级战舰，很不要面子的连夜跑路，近三十年都没敢再来旧土。替我谢谢老钟，王轩说道。刘怀安点头走了，去陪老钟了。对方来到旧土，准备常住青木的庄园。晚间，七级口飞舰又出现了，而且变本加厉。 不久后，又多了十口，向云城外飞去。王轩，他们可能要攻击我。机械小熊平静地说道：“他能打飞剑，但是对方元神出窍，以精神直接去攻击他的话，现阶段失去超凡力量的小熊挡不住。”别怕，我已经到了。王轩的声音响起。事实上，他一直在注视城外，看到有流光划过，留下残影。他以地仙之身，刹那赶到。 银白飞船就在安城外，相距不远。王轩站在这里，冷着脸。对方这是一步一步挑动他的心理底线，一副马上要出手的架势，开始咄咄逼人了。王帝仙，考虑的怎样了？岁月之书要出售吗？又有电话打进来了。这种姿态，这样一步一步的逼迫，让王轩厌恶之极。我很多年没杀强者了。你想要岁月之书的话，亲自过来。 只是我敢拿出来，你敢接吗？王轩冷漠地回应：“有什么不敢？”电话那边有人平淡地说道：“嗡、哦。”下一刻，并不是很大的城市，云城直接出现十七口飞剑，灿烂无比，像是一片陨石光雨划过黑暗。显然，这个夜晚，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大势力都在关注。王轩看了下面土下方的世界，暗自叹气。 觉得差不多就行了，难道非要等到养生主大境界才回来？可惜他依旧联系不上元神。小熊进城，将飞船停在我家旁边的广场上，暂时违规停下吧。王轩开口说道：“银白飞船无惧敌舰，但是如今对付不了元神，他不允许小熊和飞船出事，同时也怕自己的父母被针对，只能聚在一起了。”片刻后。 十七口飞剑纵横交织出绚烂的光束，就在王轩家附近盘旋，赤裸裸的挑衅，一步一步加剧。王轩没有任何话语，取出一块较大的造化真金，半个拳头那么大，很饱满，流动赤紫两色光彩，以它直接激活往生池。嗡的一声，在这片地带围绕王轩家附近盘旋的飞剑，刹那间全部坠落了，而且伴随着惊恐的叫声。不。 啊！夜色下，附近有些元神，像是流光般嗖嗖飞来，没入往生池中，发出凄惨的叫声。而后，整片天地都安静了。机械小熊跑出去，抱回来一摞飞剑，姹紫嫣红，什么色彩的都有。元神被收走之后，这些非凡的兵器都成了无主之物。关注云城动静的人都瞠目结舌，感觉发毛。不久后。 王轩在社交平台上晒照，低调的卖飞剑，并配文道：“很多人对列仙的武器感兴趣，觉得神秘，可求却不可得。经验漫步于家门外，捡了十七口口，有需要者可以进购。”即便早已是深夜了，平台上也炸锅，许多人目瞪口呆。这真的很梦幻，神话色彩过于浓烈。王帝仙终于亲自出手了，一口气灭尽袭扰者，战利品一大堆。 这引发很大的波澜，连许多熟睡的人都被朋友的电话叫醒。那可是神仙的武器，被人摆出来一堆，深夜头炸雷，让我们的睡意都没了啊！大神，送我一把飞剑吧，我实在买不起，要不卖身为土抵债行不行？楼上的想什么呢？不仅要飞剑，还妄想直接拜师，梦醒了吗？哦，原来是个美女啊，最近还挺有名。 貌似可以有。这个夜晚无法宁静，各大组织都在关注。不久后，云城上空又出现十几把兵器，有飞剑，有金色的神矛，有其他兵器不断盘旋。不一定来了这么多超凡者，一个元神可以控制多件兵器。同一时间，在旧土的外太空，黑压压有一支舰队横空而过，而且去了又复返，在这里徘徊。 旧土有关部门发出驱离警告，第一时间有相应的战舰升空。那支舰队倒也没有硬抗，短暂停留后就远去了。可是不久后，另一支舰队又出现在旧土外游弋。至此，很多人都明白了，这是在有意临近，大兵压境般逼迫，给部分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穷想升空，将他们都干掉。机械小熊忍不住了，王轩拦住他。 暂时没让他妄动，只是在社交台上简单写了几个字：“赶来，斩你！”旧土外有两支舰队不时出现，让人多人都觉得深空中的强者和王轩间的战斗要爆发了。去救土，如果有冲突，将那两支舰队全部干掉。金星赵泽俊连夜下命令，让他所能调动的舰群直接启程。第五百八十八章新篇终结灿烂，旧土外。 舰群到来，让来自不朽之地的两支舰队躁动，短暂对峙片刻，然后退走。当然，这只是暂时后退。他们接到的调令是，在旧土外游弋、徘徊，施行无声的警告、压制。果然，不久后，在赵家的舰队远去后，他们又一次出现了。这是在恫吓吗？欺负到家门口来了！金木说道，脸色严肃，一直在关注和监测外太空。 真想都给打掉啊！机械小熊以平缓的语气说着杀气腾腾的话。两支舰队在旧土外不断出没，逼迫过紧，让他忍不住了。王轩虽然沉静，没有说什么，但是很明显心底已经有杀气蒸腾了。对方是想逼他妥协吗？这么看，来自深空的这股力量确实很想得到岁月之书。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否还有恶意就不好说了。 金星，赵泽俊皱眉，舰群都开过去了，对方暂退后，居然又回来了，颇为硬气，真想对抗吗？并且对方多了一支舰队，这是在进行强势的回应。赵泽俊调动的舰群并没有离去呢，还在升空中，再次和对面的舰队对峙，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同一时间，旧图有些人面色冷了下来，也派出舰队升空。 这次直接去驱离未知的舰队，我去，这个时代了还有舰群会交火不成？要出大事啊！当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暴风骤雨要到来的紧张气氛，谁都没有想到，因为一次超凡事件，最后竟演绎到这一步。有了这种可怕的针锋相对，万一擦枪走火，可能要死很多人人。诸神短暂的复苏，他们的状态不会持续很久。 这样施压，给人造成乌云压顶之感，想逼我就范。一旦不成，大概率该以至保动手了。王轩盯着从外太空捕捉到的画面，他不认为对方敢直接来一场热战。真要丧心病狂的话，早下黑手了。金星、旧土都加入宇宙联盟了，怎么没有人管？这样的试探太危险了，需要立刻纠正错误。很多人都坐不住了，向联盟申诉。咚。 当日，旧土和赵家的战舰都各自发射能量炮，没有直接轰击目标，只是将那三支舰队附近的陨石轰碎了，发出警告。当然，这种举动太危险了，一个误判就是全面大战的爆发。只能说老赵很硬，旧土这边也真的要出手了。毫无疑问，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氛围压抑，让人仿佛看到了热战后的残破景象。 在这超凡枯竭的年代，钢铁丛林般的舰群出现，很有震撼感。正常来说，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眼下有些说不好了。再对抗的话，无疑等若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动辄就可能会毁掉一颗生命星球。当日，身在安城外庄园中的老钟发了一条密电：钟家有舰队从深空中赶至，顿时引发更大的波澜。不会真的要开打了吧？ 很多人都不安了，现在的情况相当的不对头。金星暗流涌动，有财阀在反对，认为这样会让星星也成为被报复的目标。比如超级财阀孙家、秦家都很严厉，在小圈子中批判赵家和钟家。同日，吴英的叔叔吴成林表态，他和王轩关系不错，派出几艘战舰支援。我仅代表我自己，反对来自深空的舰队的挑衅。 支持王轩。当日，周云自己花钱雇佣了一艘中型战舰，派往旧土宇宙深处的超凡者。他们不敢真正开火。诸神虽然复苏了，但大概率维系不了多少天。他们当中有人很急切，在进行心理方面的震慑。老钟说道。刘怀安点头。诸神在深空中很有影响力，但是终究还是要沦为凡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开火。 陈永杰道：“有些强者活了过来，但实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不然的话，可以去舰队中夺舍。现在看来，他们的元神无法远距离横渡星空。事实上，当日晚间，来自不朽之地的舰队后撤了，没有再对峙下去。但他们并未返回不朽之地，而是远离旧土后，依旧停在深空中。大规模的舰队横空，战略性的威慑意义更大一些。” 无论是旧土还是新星,星，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规模的战争一旦爆发，星球都会被打没，而且牵连不止一地。我有点担心，王轩战舰震慑不了对方，大概率要动用超凡手段攻击了。陈永杰说道：“他们推测出诸神的状态不可能维系很久，现在科武威逼不了，那么多半会选择在超凡领域出手。最近两日。” 王轩难得的郑重了起来，将父母送走，让他们和赵清汉一起乘坐飞船去和赵家的战舰汇合。同时，陈永杰、刘怀安和老钟也进入钟家的舰队。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要有超凡大战了。事实上，不少人都猜测到了。最近在新兴名声大噪的特约评论员李天仙和周妖圣发表看法，直接言明大战将起。各位。 这不是开玩笑。神话虽然被认为永远的熄灭了，再也不会出现，但是最近却可能有奇迹出现。时隔多年后，将有超凡大战再次上演，迸发出这个时代最后的超凡火光。我猜测，终极一战，地仙将完美的谢幕，从此人间不见。两人很激动，一顿噼里啪啦，引经据典，说超凡回光返照会有怎样的光彩。 地仙维系到现在已经到尽头了，很多人都被他们挑动起情绪，跟着心潮起伏。神话大战将在这个年代最后一次上演，成为绝唱，是落幕的终极篇。不得不说，两人不愧是某个大型平台的特邀嘉宾，转型很成功，具有煽动性、感染性，最起很多普通人都非常期待这一战了。不对，他们说地仙要结束灿烂篇章了。 没提深空中的诸神啊！有人发出疑问。据悉，深空中有人得到了超凡世界的至宝，有足够的超物质，还可以维系下去。这次王帝仙够呛能熬过去。两件违禁物品打穿大宇宙，引发超凡因子如江海决堤的事件，已经不是秘密，传到了各地。当年王轩不是也有一件至宝吗？击杀了附体齐天的圣灵，还和商议血拼了一场。 他的养生炉呢？发出这种疑问的自然不是普通人，是昔日的超凡者，知道一些秘辛。可惜王帝仙将养生炉送人了，伴着最强大的烈仙渡海而去。他如今没有至宝了。李天仙亲自回应，周妖上也点评，让很多人了解到了超凡界的格局、至宝的等级威能，着实为普通人上了一课。许多人感觉像是听天书。 至宝在超凡时代竟然能够直接横渡宇宙星海，可以毁灭庞大的舰队。很快，人们明白了李天仙和周妖圣暗示的足够明显了。这仅是王帝仙的落幕篇，而非诸神的熄灭篇。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至宝生命池”这个名字，但是架不住超凡界的人普及，立刻知道了他是何等的逆天。王轩，外界的评论是真的吗？你这次迎战的话。 是不是非常危险？一些熟人纷纷来电，从旧土到新兴，从秦城、黄明、孔云、顾明熙等人到新兴的忠诚、吴英、周云、钟晴等，连吴成林甚至林启明都过问了。和王轩有业务往来，还想等他续命的百岁以上的宋云等人更是十分急迫，觉得他真有可能要战死了。赵泽俊直接联系王泽胜，让他劝一劝王轩。 坐飞船进入外太空和建群汇合，不要进行超凡之战。王泽胜告知对方有承接了浓郁超物质的至宝，有地仙级的元神。如果真的盯上了王轩，即便躲在战舰中都没用。我去云城找你。赵清汉要和王轩站在一起，不要过来，我不会有事。你在我身边会让我分心。王轩阻止赵清汉，虽然无比担心，但是很理性。 克制了那股强烈想和他站在一起去面对的冲动，不想给他造成任何一点困扰。至此，从旧土到新星,星，无数人都知道了，最后一场神话大战即将出现，而且会无比绚烂，是地仙的终极之战。甚至这一战还未开启，就已经传到了星空各地，连其他星球的人都知道了。什么？都这个年代了，还有人要重启超凡大战？ 涉及到了当年的名人，还有一件至宝。七日，绿仙远走他乡，分布在星空各地，诸神隐居，散落在很多颗星球上。现在纷纷冒头，数日间，自有传闻开始，一些飞船便开始远渡，接近旧土。不少人都想亲眼目睹这一战。尽管他们都落幕了，曾经是最强大的出超凡者，现在大多都已经成为普通人。 但还是有种心结，不想错过这次的终极一战。在此时期，各大博彩公司都在积极推动，将这次的超凡大战当成了一桩很大的生意来做。各位，这是你们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可以参与的一次神话大战，孰弱孰强，由你来战。该下注了，买王帝先生出，还是买神秘强者俯视超凡界，由你来定。许多人见到这种广告宣传后。 都不禁诅咒，这样的热点都能利用。但是别说，大量的人被调动起来了，情绪决定要参战，太可恶了！战斗怎么还没有开始？我等的花都凋谢了，我等的姑娘都嫁人了，渲染够了吧？为什么还不大战？阿、啊、呸！我等的姑娘都生娃了，开战！立刻！马上！我下注还不行吗？再不战的话，我立刻投诉庄家恶意控股。 普通人哪里会管那么多？被各种铺天盖地的新闻挑动起了情绪，全都忍不住了，想立刻观看大战。事实上，来自宇宙深处的强者早已经和王轩通电，双方约定两日后决战。那个神秘人语气平淡说：“原本不想大动干戈，只想取走岁月之书，但既然王轩阻了他的长生路，那就涉及到了道争，唯有出手，终结地仙的灿烂。” 第五百八十九章新篇满天神仙关中战。旧土相关领域的人非常忙碌，因为现在发出入境请求的人很多，大多都是来自宇宙星空深处。等会儿，你确定这是你的真名，而不是随意乱填写的？外太空各种飞船在排队，有序通过安检。最近几日，这里舰船流量非常大。这时，有人被拦了下来，因为他的名字十分特殊。 是旧图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神仙，甚至在他的星空通行证上连尊称都写上去了，和当年的称谓一模一样。工作人员眼神不善，这不是恶意添乱吗？就是我本人，现在我居住在河外星系一个名为长生的星球上。过、哦，我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星球的名字，兼且那里环境不错。这位赫赫有名的神仙平静的说道。工作人员一脸懵。 真的假的？然后他尝试扫描、录入,入数据库比对后，发现可以通过。见过老神仙、鬼孙过来了，被请来协助通关。他一眼认出，这还真不是恶意捣乱的人，是昔日那位身份尊贵的上仙。工作人员晕乎乎，只能放行。当然，所有飞船都不能进旧土，只能停在月球上，会有专船统一安排接送。很快。 旁边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也露出惊容，看着眼前之人，谨慎地问道：“您姓敖，来自周天星系的海龙星。此人不仅和旧土神话中某位龙王重名，而且证件上也写着是龙族，让女性工作人员严重怀疑。这样能进一步证明吗？”中年男子拂开长发，露出两只短小的龙角，一条真龙。附近的人震惊。中年男子笑了笑。 道：“我失去超凡之力，仅保留住部分龙族特征。现在是人身基因和你们相近。”女性工作人员见他很好说话，顿时眼神有光，略显激动而又羞涩地请教：“当年真有个闹海的大神吗？他还在吗？”中年男子闻言，一声冷哼，脸色当场就不好看了。鬼僧见状，赶紧打圆场，并让人放行。接下来，工作人员见怪不怪。 连着见到历史上的一些出名的神仙，全都有些麻木了。直到月老出现时，一群年轻的工作人员才又躁动围了上去。结果，这位曾经的神仙平静的告知：“如今我自己还是单身呢，各位，恕我无能为力。”许多人都是为神话最后一场大战而来。虽然大多数神仙都已经沦为凡人，但心中还有火焰未熄，想观看终极一战。 除却出名的神仙、遥远星系中的诸神外，自然也有新兴的人到来，有财阀，有大组织，更有想在战后残迹中上收集稀珍血液的人。云城周边城市的高档酒店最近入住率惊人，快到了一房难求的地步。刚有人退房，便有人预定。倒是云城本地的酒店没什么变化，因为人们怕大战开启后，万一真动用至宝，直接将这座城市打没了。 旧土相关部门发出警告：两日后的大战不得伤及普通人，不得损毁城市。一转眼，两天的时间过去了，不朽之地的三支舰队又来了，赵家、钟家的舰群跟着出现，旧土的超级战舰也陆续升空，相互震慑。旧土外太空简直是阴云密布，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了。清晨，雨夹雪，在这冬末春来之际，天气依旧有些寒冷。 云城已经出现三十几道刺目的光束，有血色飞剑，有黄金战矛，有银色的火炉。在这个早上，全城的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那些兵器绕城而行，虽然绚烂，但是让人生畏。这时动辄就能劈碎一座城市的力量。虽然远在新兴，但是看到这些画面，连我都有些紧张了。我最起码看到了八件以上的顶级异宝。 各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七日的至强者，最起码有八人到场。金星李天仙点评：这次没有一点笑意，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脸色无比的严肃。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诸神中赫赫有名的绝顶强者，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而他们大概还不是要亲自下场的正主。王轩没有出手，无视那些逼近的兵器。 现在正接待一位秘密而来的访客，那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元神。如果你能坚持半刻钟，我们会帮你。简短交谈后，那个元神就快速离去了。王轩在他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腐烂的气息，似曾相识。他蓦地想起，这是就地吸纳一脉的人。曾有些人可以成仙，但却执意滞留在人间，哪怕肉身腐烂了，也硬扛着。 不愿进入大墓中，在旧土地新以一位超绝士为主，他在追求一条特殊的路，硬抗了两三千年，直到超凡落幕，就此消失。现在他的人来了，让王轩深感意外。去西部的沙漠一站，有一杆金色的神矛飞来，发出清晰的话语声。去外太空，王轩回应对面，简单沉默后，一口飞剑发出胜利的紫霞，道可以。 那就在外太空临时约定交战地，是因为彼此都在戒备着，怕对方有什么特殊的手段等，比如布置杀阵。就土外太空最近都有舰队在游弋，严密监测，并未有任何异常。这片星空没人提前布置过什么，彼此都放心。一艘银色的飞船冲霄而去，时间不是很漫长，最终进入太空中。王轩直接打开舱门走了出去。 远处有一艘黑色的飞船，根治性能极佳，和圣灵的古飞船型号相一致，能偷渡进旧土而不被发现。吃吃吃，飞剑、雪刀、棋子、神矛、骨炉等各式各样的兵器再次出现了，在这里盘旋，检查这片空域是否有问题。云城附近，富有盛名的猎仙、来自深空中的诸神以及新兴来客等都愕然，大战的双方全跑了。 还好，旧土相关方反应迅速，立刻组织专船将他们送走。留在地面实在是不安分的因素，因为当中有些人还具备超凡手段呢。诸位，送你们到月亮上的观测点。双方的大战离月球不是很遥远，瞬间各方满意了。有画面扫过他们，旧土的某个大平台也安排了评论员介绍了一部人的身份，顿时让所有人都发呆。 这时，漫天的神仙，我看到了我的一位师叔，消失两千年了，他居然还在世间。金星特约评论员周妖圣吃惊，看到旧土的画面，顿时不淡定了。金星旧土，还有宇宙深空中，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战，顿时情绪高涨。大战即将开始了，居然有这么多昔日神魔奇现，跟他们一样在观战外太空。 一道刺目的剑光划破黑暗，让虚空都塌陷了，着实引发超凡者的震撼。然而，王轩冷淡而平静，没有在意。将和他决战的人，自然不会是这些挑衅者。那艘黑色的古飞船中，有一个男子静坐，黑色的长发，现代的穿着，沉静如石雕，保持沉寂。在他的手中托着一个池子，似是粗糙的岩石凿刻而出，和他凝结为一体。 他像是庙宇中的神像，旧土地新剧宫中的那个腐烂者说要助我，他终于开口了。是，他说愿意协助，提及王轩可能练成第一杀阵的阵图。一个金发男子开口，正是光神站在那里。眼下只有手持生命池的沉静男子坐着，道他告诉我旧土有岁月之书，让我来取。所有事都是他在穿针引线，但这个人不可信。 他大概是盼着王轩身上有秘密，能抵住我的生命池，他才有机会谋夺一件至宝。木前辈，那我们先干掉他。光神问道。旁边和他一样，还有七名至强的神明和不朽者，如今都恢复了一定的实力。木青盘坐不动，道：一时间找不到他，不用理会，我有真正的盟友。然后船舱中出现一对身影，都带着地仙道运。 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更是拖着一件至宝逍遥舟。见过两位前辈，光神雷拓、玉红等八位至强者纷纷见礼。面对超绝宫和勾陈地宫的两位鼻祖，他们都低下了头颅。木青没有起身，开口道：“岁月之书对我确实有用。当日贯穿大宇宙生命池，被另外那片宇宙排斥，更是被对面的两件违禁物品攻击了。” 虽然它看起来无损，但内部的纹理有些暗淡，需要岁月之书来祭奠。然后他又露出冷漠之意，道：“顺便，我要替我师兄先讨一笔血债。早知道和他有些牵连，当年我在时空酒吧见到他时，就该直接抹杀他。”超绝宫和勾陈地宫的两位鼻祖点头，但没有开口。坐在这里，如今两件至宝在此，神挡杀神，佛挡是佛。 他们很镇定。既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你等要随我进生命池中修行，熬过寒冬黑夜，今日先看你等的表现，去一两个人简单试探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古怪。木青开口，黑色的长发竟开始微微泛红，杀气流动。万一他身上真有古怪呢？灰发神明玉红问道。木青道：怕什么？我以生命池照落在你等身上一道光。 有至宝加持，你等出手时会有接近地仙级的实力。纵然又古怪，也可以从容退回来。接着，他又补充道：“这次生命池虽然积累下海量的超物质，但已经为两位道友的逍遥舟补充了一些。我不可能将你们八人都带着一起修行，只能选中四人，你们看着办吧。”我去试他，光神果断迈出脚步，抢了个先机。 因为只需要一两个人去试探，他怕稍微犹豫，最终没机会进生命石，旧土，外太空，一个金发男子突兀的出现，身材雄伟高大，眼神犀利慑人。他整个人都带着一股说不得神韵，像是一位神明，笼罩刺目的神环。但是他身上也有浓郁的妖气在蒸腾。光神，有人惊呼，认出了这是昔日不朽之地的至强神明。 竟然是他走出飞船，要和王轩开战。锵的一声，他一把抓住在宇宙虚空中盘旋的黄金神矛，攥在手中，带动着滔天的神光和妖气，向着王轩逼去。又见面了，光神寒声道：“对这个年轻人曾在不朽之地杀死他一句化身的事，耿耿于怀。”金星周妖圣见到光神后，神色凝重的解说：“各位，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昔日仙道之地，有一位超绝妖皇银鹏皇，这是他唯一的子嗣。妖皇统御上古，何其恐怖无敌！他的子嗣光神在上古辉煌被人终结后，远走异域，在不朽之地立地成神，同样威名赫赫。然而，他刚介绍完，战场中就发生惊变，与其解说显得格格不入。王轩动了，没有任何话语，无声的出手。 地仙级肉身的恐怖尽显无疑，徒手崩开那杆黄金神矛。他身材高挑且强健，凌空一脚将光神踢得胸部塌陷下去，身子横飞，有大片的金色血液溅起。第五百九十章新篇至宝瑟瑟,瑟发抖，上古妖皇之子，至强的神明光神痛彻骨髓，胸部先是塌陷，而后爆开了部分，血液四溅。有点强啊，王轩轻语。 光神身躯发抖，心中暴躁，这是在羞辱他吗？险些被一脚踢碎，居然还说他强，这是赤裸裸的讽刺。王轩很认真，并未奚落，补充道：“居然没死，光神不用生气了，肺已经炸了，在那一脚之下四分五裂，现在更是有些受不了。对方所说的强，是指他暂时没死，这种言语补刀够狠的。”金星。 周妖圣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刚介绍完，这时上古妖皇嫡子，结果光神就被人差点一脚踹死。其实王帝仙所言非虚，在这个时代，能承受他一脚之威而不死的人，放眼整片星空，大概率不足一手之数。周妖圣赶紧补救，并且强调他没开玩笑，这是在认真的评价。许多观战者，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昔日的仙魔。 都一阵无言，虽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但又认为怪怪的。光神没死，确实反常，因为有一道光层照落在他的身上，那是至宝在加持，让他接近地仙级才有这样的战力。不然的话，他虽然是大宇宙被打穿过程中的目击者，在那块区域得到很大的好处，但也没恢复到这种程度。既然没打死，那再来一下就是了。 王轩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光神眼神凶狠，通过以前的试探，他已经知道王轩的元神大概率出了问题。现在他精神出窍，经过生命池加持，他接近地仙，进行精神层面的战斗，赢面自然很大。一道璀璨的元神缭绕着神圣光辉扑杀过去，然而下一刻，光神就亡魂皆冒，又刹那回归肉身中，不敢直接扑杀。 不是因为王轩周身地鲜血蒸腾，现在两者境界差距不是很大。他真正害怕的是那口灰扑扑的池子——往生池。身为上古妖皇之子，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东西的邪性？被收进去的话，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王轩追杀地仙之身非常强，已经到光神的近前了，压根就没想放过他。轰！光神化成一头鹏鸟，身体庞大无比。 这是实力复苏后展现的本体，满身羽翼流动金属光泽，迸发超凡之力。他的胸部染血，塌陷了，有一个破洞。他且逃且战，以利爪和庞大的鸟喙搏杀。即便在这个年代，此时他也足有八百米长，羽翼展开，像是两口锋利的天刀划破宇宙虚空。看，妖皇亲自画出了本体，能以血肉之躯撕开战舰。 现在要和王帝仙决战了，周妖圣激动的说道。砰的一声，王轩速度太快了，帝仙之身移形换位，如同在瞬移，竟于刹那间站到了鹏鸟的后背上。木前辈，光神惊悚，忍不住叫出声。果然，立身在鹏背上的王轩，双足踏落的刹那，漫天神圣羽毛飞舞，发光的血液洒落的到处都是，鹏背崩裂，咚的一声。 王轩跃起，快如闪电，挥动拳头，直接砸在鹏鸟的头部。虽然有妖族术法绽放，有鹏鸟的凄厉嚎叫声，以及璀璨的神羽化作仙剑斩杀王轩，但都无效。王轩数拳落下后，八百米长的神情，鹏鸟其头颅消失了，被活活打爆，没了。王轩无声的跳下鹏身，转身告诉机械小熊，将鸟身拖走。在这个年代。 有志强神情复苏，再现出本体，实在太难得了。这样的非凡之躯，生命力蓬勃的血肉，能吃很多年，送亲朋故友，也算是很吸珍的补品了。当然，超物质注定保存不了多久，会慢慢流失干净，但终究远胜普通食材。金星、旧土、宇宙深处各地所有观战的人，从普通人到超凡者，都无声了，张口结舌。 有人很想问一问周妖圣，你的解说靠谱吗？只能说王帝仙太强了，李天仙补救。月球上观测站中的列仙诸神看得有些出神，超凡会有归来的一天吗？虽然已经是凡人，但他们冷却的心有些火热，在复苏。黑色飞船中，木青面色冷漠，站起身来道：“没必要试探了，无论怎样说，今天都要拿下他。” 雷拓、玉红等七位至强神明，全都暗中松了一口气。刚才有种窒息感，真要让他们去试探，打定主意立刻远走他乡。能活着，没人愿意去死。构成地宫和超绝宫的两位鼻祖起身，点了点头，准备出手。六年前他们接近王轩时，曾被惊走。至今想来，加上仔细调查过，他们认为当年自身谨慎过头了。 方雨竹、叶明成、白静书等人不可能没走。每当想起，他们都觉得羞耻。两大笔组持至宝降临，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被一个病秧子吓退。当然，他们也有过猜测，那一晚确实感受到了至宝的气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终认为是残宝，因为至宝有数，都有主了。而遇到其燃道灯、木天镜。 最强大的三件至宝都毁掉了，此外还有紫霄和道剑、时空简等两三件残器遗存世间，不可能有完整的至宝在王轩手中。现在逍遥舟和生命池都被激活的话，共同发难，世间谁能抵挡？木青走出，现代人的穿着，漆黑的长发披散，人很俊朗，肉身保持着最具活力时的青年状态，他双目深邃。 手中托着如同波鱼的生命石，粗糙而古朴，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至宝。各位，它出现了，正主第一次露出真身。同时，你们看到了吗？那就是至宝生命石。李天仙很能挑动人们的情绪，观战者顿时都心绪起伏，哪怕普通人也都在盯着看，注视画面中的生命石。相传这个级数的宝物，在超凡世界没有崩塌前。 一击而已，就能直接震爆一支无比强大的舰队，有些眼熟啊！他是谁？一时间竟想不起来。周妖圣开口：“通过画面再回思，那究竟是谁？”王轩一怔，这张面孔确实似曾相识。他稍微回想，顿时认出，当年见过，在时空酒吧和此人有过交集。老木，可是现在的老木和当初时空酒吧那个达尔丁。 穿鼻钉的寸头青年相比，形象和气质冷漠太多了。当时，方雨竹曾告诉他，老穆是魔皇的师弟，七耳钉、鼻钉、眉心钉，直追斩神奇，号称三钉可定时空，能快速钉杀绝世强者。七日时空酒吧的主持人，一位超绝世、自仙界消失两千多年的人，现在带着敌意而来，得到了生命时，影子夫妇。 叶明成白、白静书从仙界逃离，自那片精神天地回归人间的路上，杀了我师兄魔皇。他们视你为半子是吧？我斩了你，为我师兄先讨一笔血债。”木青寒声说道。远方月球观测站中，无论是猎仙还是诸神，都颇为心惊，居然是超绝世木青得到至宝。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位大佬级的人物啊，超绝世木青。 周妖圣终于想起这是谁了。李天仙补充道：“居然是他！各位，你们明白他的地位吗？魔皇可与上古诸皇比肩。这个木青比魔皇只强不弱。当年他的天赋太强了，大木没熄灭时，两千多年前他就消失了，很早就回到了现实，强的离谱。金星、旧土、宇宙各地，但凡听过木青名字的人，都有些要炸锅的感觉。” 竟是这个强者在线，岁月之书呢？木青冷漠地问道：“你吃定我了？”王轩平静地看着他。魔皇木青再强又能怎样？比得过商议吗？吃定了！光影一闪，在王轩的身后，有人开口：“勾陈地宫和超绝宫的两位鼻祖截住后路，又一件至宝。昔日不朽之地和神明之地的最强者联袂来了。”李天仙声音发抖。 现在不需要他煽动了，连普通人都明白了这两人到来意味着什么。生命池、逍遥周两大至宝同时出世，有人要扼杀王帝仙，根本不给留活路。现在谁来了都没用。王轩、赵清汉声音发颤，陈永杰、老钟等人的心也彻底沉下去了。这种状况下，难道王轩注定要败亡，无法扭转局面了吗？有主持人引导话题。 配合特邀嘉宾，吴姐，谁来了都没用。两件至宝齐出，世间没有人可以抵挡。周妖圣说道，并进一步补充道：“各位，我不是说笑，更不是为了节目效果，而是真心话。哪怕隔着星空，昔日身为妖圣的我，今天都在颤抖了。”这一刻，列仙和诸神都在点头，认为他没有夸大，这是必死的局面。王帝仙即便天纵之姿。 也难逃一劫。此时面对三大强者，还有两件震动古今的至宝，王轩出奇的宁静，没有恐慌，没有不安，慢慢转身扫视大敌。轰的一声，他没有任何犹豫，背水一战，先激活遇到枪再说。希望元神今日能够接引回来。至宝，他身上理论上来说只有残宝，无论是木青还是两大鼻祖，面色都变了。 不管相不相信，第一时间激活了生命池和逍遥舟，光芒刺目，神圣之光撕裂大宇宙。这是至宝的交相辉映，这是神话兵器的最强体现。它们复苏了。人们看到那里有涟漪荡漾，有许多巨大的陨石无声的解体，化成宇宙尘埃。远方更是有战舰果断远航。砰！数百米、上千米长的陨石，有一大片也都在一瞬间炸开。 全部迅速的瓦解了。王轩的手中出现一杆近两米的长枪，被金银两种细腻而繁复的纹络包裹，精致而完美，有至高纹络在蔓延扩张向宇宙虚空。第一至宝玉道奇不是毁掉了吗？他的旗杆再现了出来，超绝功的鼻祖震撼，难以置信。根据传闻，那杆旗子全面崩解了，成为历史的云烟。这。 勾陈地宫的鼻祖更是强烈的不安，逍遥舟竟然不受控制，瑟瑟发抖，直接要逃走。好饿、啊，遇到枪，突然发出朦胧的意识波动，再次让三大强者心惊。他们得到生命池和逍遥舟后，和至宝间从未有过沟通，现在这旗干活了。逍遥舟在这两大鼻祖划破宇宙虚空，已经不受控制，冲天而起，不顾一切的逃遁。吃！然而。 遇到枪锁定了他，带着王轩，刹那就追上了，来到他的近前。人们震撼，尤其是超凡者更加心惊。不是说逍遥舟拥有至高的速度吗？他竟然被追上了！呃、哦，遇到枪神圣无比，缭绕着漫天的纹络，恐怖气息复苏，枪尖几乎触及到逍遥舟了。号称拥有第一极速的至宝，颤栗着，主动涌现出海量的超物质。 上供给身后的胸腔，构成地宫和超绝宫的两大鼻祖，又惊又怒，非常不安。这是什么状况？至宝比他们两个还谨慎的过分，太不堪了！超绝宫的鼻祖怒了，借助至宝神威，施展术法，向身后的一人和一枪轰去。王轩整个人都被至宝染上神圣光彩，连发丝都在发光。他双手持玉刀枪向前刺去。 超绝弓的鼻祖惊愕地发现时空紊乱了，他仿佛陷入到光阴的怪圈中，挣脱不了。噗的一声，他的手掌被刺穿，焚烧着，化成灰烬。他的术法刹那炸开，他的胸部出现一个巨大的血洞，在不断飙血。